金山啊，
係一件開心嘅事嚟㗎。你真係咁講？梗係啦。開始嗰陣，佢都會同我一齊行街。唉，但係後嚟就真係係啦。你除咗陪我行街同扮佢之外，你做過最多咩㗎？除了合約上面規定不做得的事之外，你要求的我都會盡量滿足。咁你好想跳啊？係。慢慢跳。小級望嚟睇下先啦。等人知道其實你好緊張，個心
你自己，你一個二個問心啊，幾公司管理层表示，会继续扩展优美团
下自己幾多斤兩先得㗎。我驚賠律師費都賠到你破產。即係咁嘅，有 case 咧我研究過㗎啦。成日揸借家以後賠你女朋友啦，同佢又冇乜溝通，咁中意第二個都正常啫。至於你阿媽咯，十年都唔翻屋企，佢亦都有期啦。加上你下個月又升職，你俾少少錢，你阿媽同女朋友又開開心心，你自己又升職加薪，咁你而家真係發達咗，冇呢支國際場咁差。唉，唔講啦，加薪啦。都唔得劇本嘅，阿堅對佢女朋友咁差，
佢女朋友變心，好正常啫。我覺得我冇唔跟佢條款咯，我會向公司辭職，因為我唔想再做戲，我想同翻我自己中意人一齊。講到底。送下你一陣就。